啊，就注意听，这个胃泄汗哈，胃泄汗真歹忍，胃泄汗真歹忍。胃泄汗有两句，一句叫做上分，一句叫做见分。这足侪人望未清楚啊哈。我即马去讲业色内底的上分，好，譬如讲这个是。咱人的如来藏，各人的相分无同，各人的业色相分无同，这个叫做相分。在蒙别的境界，这个叫做相分。哈、哦，但是共同的蒙别离不开善恶两种的境界。不过虽然是无同的相分，唔过大同小异。这个业色的境界，这个叫做相分。哈、哦。无量哦，充满着咱人的蒙蔽如来中，这个叫做相分，这个也叫做虚轮相。但是这个相分，它变作另外一个相分，这个有哪相分？有这个相分，就有这个人，有人就男女相，男女相，男相女相安尼。这个就由这个东西所变出来，男相女相，就是这个相分它变这个相分。那么大地的畜生有哪相分？地球里面我们所看的畜生道的东西，这有哪叫做相分？因为它的个别经济，它里面有它的个别经济，譬如说它里面有畜生的相分，所以它变作猪啦，变作狗啦，变作羊啦，变作牛啦，变作马安尼。迄、那个牛甲马，迄种相分，狗猪拢相分。但是迄个狗猪牛马安怎变出来？迄、那个相分就是对这个相分变出来。好、哦，迄个是个别的这个体相，男女相，好、哦、动物的相，动物有四十几亿的种类。干那水蛇的，水蛇的万几种，蜘蛛也万几种。啊，像那靠安尼，就是有这个相分，它变掉一个，伊内底迄只狗啊内底，就是有这个相分，它甲变作狗啊的相分出来。好、哦，那么搁再一点，为什么有变作这个山河大地？这个山河大地有那是相分。但是这个三合大地相分，就是共众生的业色同齐变出来，安尼。变这个大地，就是咱今众生所住的这个所在。为什么会变六欲天？六欲天，就是因为有一挂人共同有这个善的相分。所以它变成六欲天的环境引起大安尼，不过迄个所在咱都带袂着。啊，咱有带过无？咱有哪有带过啊？咱个人有哪有带过啊？为什么会变迄个无形的轨道的相分？就是因为有强弱的相分，它变作轨道的相分环境。但迄个环境今日咱无带着，不过咱带过无？咱也带过啊，听有无？咱拢带过啊。所以迄个当初强变的，迄个就是咱感人当时变的。但是咱即马就带无着，咱即马带伫即个强变的即个山河大地里。好、哦，即、這个呢强壮性的动相分，它变即个山河大地出来。好、哦，即、這个就是由相分变出来，而即个强弱，而即个物质的大地。好、哦，所以即个业色叫做相分。但是变出来的这个所在，我那叫做相分安。好、哦，安尼为什么呢？讲你前两日那是有看为什么，就知影讲这个原来就是个知识的知识的问题。哈、哦，这个相分哈、哦，就是色。这个色的相分，它变这个色的相分，所以这个色，六欲天轮有色哦哈。这个色就是相的意思，色相，男女相，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相，哈、哦，
所以由这个色，它变这个色出来。如果咱众生若无这个色，就无这个样呢。所以我们可以讲阿罗汉也当清壁，也当清山，因为山河大地挡阿罗汉未掉，因为阿罗汉无这个色，所以在山河大地才含伊无关系安尼。哦，学佛修行的最初就是要净化，净化咱的内心。所以经内底甲咱讲哦，世间显通，世间的一切法为色境智所变，也是世间众生众色的相分，共变的有形相分安尼。哦，就是业色所变了，但是这个业色要变。要变的变，到有物件出来，有那得个有因缘，所以这里这里色就是因，这里色就是因了、哦、哈。啊，但是要变这个身躯，爱个造缘，找有缘的爸母，因爱个两项物件夹来，爱个两项物件夹来哈。这里色是无缘，但是你一定爱去找男女，因为男女的中间有两项物质。两项物质啊，较强完成这个体，男上的这个，吼、哦，啊女上的这个，安尼，有这两项帮忙啊，较来强成一个，搁再强成一个人，啊，所以这个变，这个叫做因，啊这两个作用啊，搁个变这个，啊，吼、哦。世间一切相拢安尼，那今仔日你的业色，你本身的业色那无，无这个精气，你就免去和男女把你生出来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它叫做变加因缘，生啊少的因缘，它叫变安尼。因为经过一番的过程，生啊成长，它一段时间走下坡。就变坏啊，变灭安尼。所以咱人食老这个四肢啊，五官五六腑五脏，伊就衰败，迄个就是变坏。啊，变坏到尾就灭安尼嘛，迄个那是因缘。啊，所以即卖一边开始讲，如果众生的众色那空啊，比如讲今仔日，咱注意。听经文法，咱会知影六道轮回，而且一切变化都是由这变出来。咱这是文法，因为为色法就是甲咱讲安尼嘛。那无这个就无这个嘛。我再讲一遍，咱内色那无鬼因，就袂变作鬼；那无动物的因，就袂变作动物嘛。吼、哦，安听吼、哦。那么今仔日咱已经了解了嘛。六道轮回生死，拢是在变出来。那么咱了解，伫迄个色，咱自然会断嘛。心若断，遮都无嘛。吼、哦，心若断，啊，搁在道诶，迄、那个道诶，八正道来修。道八正道来修，毋着有正觉、正明、正定、正知问题出来了，就未搁执因。啊，无搁执因，自然就着净化嘛。咱个人自然就净化。咱今仔日在所谓在四百几位在众生，听到这个微信，啊，听到因为这道理，你自然会开明到这内心的净化。净化安怎净？就是修八正道，自然就断苦因，啊，就无这个色的变。哦，所以加那空，有无？现在在写安尼点不？是哈、哦，加那空。啊，吃就空啊！呢，哈，今日如果这个所在无地角因，咱思维将来都无地角。这个所在若无轨道因，因为拢净化，都无轨道一报。这个所在若是无畜生道因，自自然然将来咱未落在畜生道。这个所在已经离这个人道四相，哈。人上我上的这个未接，
那么主人你摆起来，未过再来人间。所以家那空得着，家拢总空，业相拢总空，主人都无六道轮回。吼、哦，因为六道轮回的原因就是一切法嘛。所以今来天唔靠佮讲，如果众生的总是空，即世间的一切法性空无一法。所以有生死，有轮回，有因果，就是因为咱个人有事业，有某子，有财产。啊，有这有啥物唔对？因为就是有这物件会卖接啦。因为有这物件卖接，自然为着这作业。吼、哦，如果今仔日注意，虽然有财产、有某子、有事业。但是你若是看了真正淡，是随缘来生活，安尼你袂为着遮来作业。好、哦，到有一天你会当远离就远离，安尼自然就无所谓善恶天堂地狱，完全解脱。所以我捌甲咱讲过啦，师道凡，师道含，凡说你今生今世深行就得着啊。有无？我捌讲安尼过吗？爸爸哈，凡是你今生今世深行，你也当见到苏格罗汉。啊，你若是对这个世间的未接，无惊未接，财产未接，事业未接，那么当然你迄个色就未空。未空是难免有一切轮回所受的一个因果果的报。哈、哦，所以这句话唔可讲，总是空，世间的一切法空。啊，就注意哦，因为这个生灭、轮回、生降、解脱、生死，这拢看在个人啦，看你个人啦。搁再来下面在世间法，又是因缘生，甲因缘灭咯。终极究竟啊，本来无生灭。从今仔日，世间法山河大地会流变，从海变松田，安尼来甲讲，也是松田变海。现在这回北部。中部的变化，规个山变平地，规个山楼甲变溪，这个世间法有那是因缘，一定有其他的作用。譬如讲，那是无这个河北台风带真济水来呢，那么迄个南投县会变呢，迄、那个叫做作用。但是这个是作用咯、哦，原因出在第二只，就是迄个所在众生的业力所看出来，哦如果那个所在众生若无业力，诶话啦，无业因，这个河北台风可能就无带水来，安尼听有无？就无迄个天然的灾害，因为迄个所在都无应该受这个报啊，所以自自然然就无遮尔凄惨的这个水灾出来，吼、哦，这个原因就遮哈，所以世间。诶，一切法变化，拢总是因缘生。伊个生也是因缘生哦，伊个灭也是因缘灭。那么世间的法呢？譬如讲，咱众生的个人，也是讲家庭，也是讲咱的社会、国家。所以，唔是讲什么人要甲咱毁灭，就会毁灭的。如果只那些大陆，伊虽然甲咱刺激的飞弹，我甲你讲。伊个起个点在将来要安怎样来毁灭台湾？虽然这种威胁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一种甲咱，反正看有一个恐怖、恐惊的心有无？不过众生若是要由这个时阵开始忏悔，我甲你讲，以后伊即马虽然起弹道飞弹，但是以后有那袂当拍入台湾岛。就是伊当初去试飞弹时阵，美国嘛是防空无敢，较紧驶来这个所在，甲镇压掉咧。因为众生的业力还未浮现，所以这个一切的这个生灭的问题，拢总是牵连到这个因缘的问题，哈、哦。所以这点呢，就是讲世间法因缘生也因缘灭。但是因缘生因缘灭，因为这句世间性空啊。那是讲众生伫灭中间，就是有六道轮回生死。
如果众生那是已经降哦，事实世间本来无生无灭，因为这个生灭是种的加幻加相幻，人有生有灭，这个是因甲果的一种加相法咯。所以这个本来无生灭，甲本来涅槃，这个就是讲大地，无论是这个物理，还是这个空性啊，物质还是讲空性，本来是一体，所以有无一体，本来就无生灭啦。唔过要甲注意讲无生灭，可是咱阿未觉醒，咱绝对未相信。因为人都有一个生，有一个死，那讲无生灭。因为这个人的生死是共业性而成的，所以呢叫做假也生，甲假也死的。但是呢，众生如果那是实性，就知影讲这个真正本来无生灭。唔过阿未实证的真正呢，众生的生灭带动着一切苦。你甲讲无嘛真真哦，所以这个本无生灭，或者是甲看讲本来都有生灭，或者是甲讲本来都无生灭，这个就看在众生的这个迷甲悟两种的心境。如果今仔日你那是讲，已经觉醒净化了啊，已经讲，你自然知影讲本来都无生灭。如果你今天还没买，你的累积充满就一切的果报集中，还没买，当然你今天有生命，问题都出在这。所以这个应该大师他说，买时明明有六处，买的众生明明有六道轮回，但是觉悟呢，你若觉了，一切拢总是空性，无什么叫银河系啦，什么大千世界无在。吼、哦，所以今仔日众生，那要解讲本住涅槃，都有觉的人才会入。但是你那要讲本住涅槃，未的人绝对听无。吼、哦，你那要讲讲，真真正正这个身躯分析都未听。但是迷的人呢，你凊彩甲煮一支虾米甲煮了，伊就阿娘话啊，吼，啊对不对？就阿娘话啊，这是必然的呢。迷的人是安尼，这样爱做注意哈。所以看你今仔日到底世间的相是有，还是本来就无生无灭，就看你今仔日入法了后，你有愿意修持，有愿意净化你的内心，那安尼你就知影讲世间本来无生灭。这个不是用嘴讲的，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觉醒了后，较通会过。好、哦，安那无真正通袂过啊、哦！但是今仔日呢，众生因为错觉，其实本来无生灭，因为因缘众生的离因缘即无。那是无因缘，就无这物件嘛。所以这物件是因缘的众生法啦、哦。所以今仔日众生因为唔知影，所以错觉。错觉讲世间的这物件有生灭安尼，今仔日咱要甲咱讲无生灭吼，自然也袂当入法。但是佛陀讲的这话，咱爱绝对相信。那是绝对相信的话呢，当然你对世间的一切相，你就未执着业，未含人争断。世间的众生因为错觉，所以也争断嘛，争断甲引起社会国家的混乱。今仔日如果咱无争断，咱心。真正平等如如一体的话啊，含这个实相一体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就别因为事，因为名，因为利，因为我这个身躯个人的身躯来累积造业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今仔日大地要净化的话啦，一定爱对这个心清净，心若无净，大地袂当净。因为这个心的业色是由执，较有业色的，但是执的业色就是有哪对内底交应出来。今仔日要安怎样净化大地，要安怎样让咱这个社会有一个规律，有一个道德。所以，你若是对这个唯识学深入嘞，那么你自然会家己讲，我今仔日是正执，造业将来受苦，还是我家己？那安尼呢？一点啊，歹问题你都唔敢做。那么大地自然净化，吼、哦。所以今来底较甲人讲安尼，众生错觉，
对这个世间的物质啊，对这个生命啊，错觉有生有灭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总是个相分，起出见分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一种的道理啊，再集世间的相分为有，哈、哦。这个咱过来了解哈。什么开讲安尼？爱做注意哦，要打破了这个迷境吼，这个威慑可以发起，一定要十分清楚。相分，这个相分就是咱两个业识，吼、哦，这个业识讲，这个、业识内底有三分的，名。哦，名利，哈、哦，诶，这个问题，所以进来就有名甲利诶两种相。搁再来呢，来得有脑贪，诶，经济亲诶经济，哈、哦，以及无耻诶五见，来得有脑官，哈、哦，官威。分别各种的这个，的这个精气哦，就是因为有这精气，这个叫做相分，这精气它变作见分出来，哈、哦，它变作见分。这个见分是安怎？因为你人，咱这人有六根，比如讲今仔日我目睭会当看到色相嘛。我把这个当看到色相，会当看到这个大地各种的这种人，的这种感情名利啦，啊，这个位的关格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这个利益的结交，迄就是讲人这个动善不动善的占有，金钱的结交，这个就是内识内底的问题。当然，内识既然有这个名利关系、大小结交、官位地位的这个分别啦、啊。好、哦，这是对待的，有那是过去无量劫以来延续来，甲今生今世一种受到社会环境影响而一种名相。那么既然有在名相哦，那么搁再来关系来，再搁有一个贪欲、嗔畏、甲五见，那么再混合作一体，混合作一体，甲生物之间来，再叫做相分。有在物件，卡咱的人的五识，譬如讲目睭。你视觉神经看到大地一切形象，听到一切音声，吼、哦，啊，自然呢，地震内底都交应出来了啊。这个相分甲变作见分，见分就讲啥呢？我内底都在物件，自然就看到这绿色，看到这物件了，起出一种的迷境。由见分，卡过来看到这相分，看到大地这男女啦，什么人水啦，什么人歹啦。名声啦、地位啦，各种了，看到在相分，相分变化做见分，见分他过来看到这个外相的相分，他产生各种的迷思执着安尼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做你想看嘛？安尼自然会含咱这个世间一切争夺、诽谤、造孽。高心度感，因为伊感觉这物件真好嘛，无就要钱甲着，无要钱甲有，吼、哦。看别人赚真济，伊就想讲看看我这世人会搁较出头天，会赚比较济袂。所以今仔所谓世间人，伊出世了，伊学问是要创啥？伊学诶。就是要争取世间的名闻利欲，安尼，他恶嘛恶怎样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他产生有在相分、见分，甲变出一种的聪明出来嘛，他变出一种的聪明哦，就是我要安怎样用计谋来争取在。因为伊内底相分变见分，就变有分别，分别就看到这个世间的名利官位、金钱，
所以伊就变出种个聪明。这个聪明有那是上分的物件，爱注意哦。唔过上分聪明主管的人，智慧主无安尼，爱注意哦。聪明甲智慧两项，因为智慧是咱人迄个自性哦，但是聪明就是在精神。所以有的就一味求，求讲我将来要怎得到这个命，啊，我就求讲我要怎得到你，我要赚偌济，啊，我要伫这个个民意代表中间，我要做甲甚物款安尼，吼、哦，地方的首长啦，啊，将来就立法委员啦，啊，那无甚物会直直升起来，要求出伊的位主权，吼、哦，伊的官位主者，所以这个就是加进脑汁的聪明啦。安怎样吼？这个是相分变出来的见分。那么这个如观、如清楚、如蒙白，吼、哦，所以聪明的人如无智慧安尼。安怎样吼？因为智慧是法则，就是咱人的自性智，迄、那个内底是附带有三明四智、五感六通的物件嘛。不过聪明的人就无害啊。如聪明的人如对了，所以叫做啥？聪明一般叫做天才嘛，哈。但是天才就是等于白痴。为什么？因为做的工作拢和家己对了嘛，所以天才等于白痴。迄款的聪明等于种个智障啊，等于种个智障，哈、哦，无知等于一种智障。所以真侪人读册了。哦，读册教育啊，所学的啊，变成啥？习惯哈，习惯对不对？安尼，所以愈读愈强，安听无？哈？我是安尼讲对，理解吧哈？对哈？所以愈读愈无智慧安尼，哎，将白啊，智商，哈、哦，安听有哈、哦？所以聪明的人要解脱真困难，所以八难的中间吼、哦，就是讲聪明的人要问佛法真困难，有无？八难其中有一条这嘛，所以咱人文章愈多，智慧愈无，就是聪明愈悬的人，智慧愈消失去，啊、哦。这就是他读到满白的文章哈，安怎样哈？所以你思考看卖，我安尼想，我安尼方便会跟咱开翻哈，应该是不离如来见教哈。所以这个就是讲众生因为错觉有生灭，所以众生的相分加生见分。那么见分呢，它个集世间的相分为有啦，就讲集世间的这个名利。啊，金钱啦、啊，关系啦、啊，也分别。啊，分别你就计无嘛。所以这个在我文内底叫做啥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安尼。哦，迄、那个拢是咱人的我文心，或文就是蒙蔽意思，听无？文就是蒙蔽哦。所以今仔日注意，即马来就是要讲咱大家。既然啥在问题，哈、哦？在世间的事上，会未出未在摆问题啊！哈、哦，知影？不过咱今日学者，就讲咱注意了，会当了解世间的相，就是色。色相就是色变出来。哈、哦，学者觉得世间相为色，有为因缘生而有啊，这物件。譬如讲，今日有钱的人经营大企业。在文那是以前世因嘛，但是前世因就是因为以前世有为的业因，但是今生今世呢，文那是有为的果相。大企业的人有真侪人该帮忙赚钱，不是伊家己一个人赚，伊是计无，不过文那爱做因。伊今仔日这个事业要生产的物件，伊想了真通，但是若无做因咯，伊赚钱有哪赚袂着，是不是安尼？譬如讲，这物件经营了，一几年当会当赚几十亿，这个爱强壮人来啊。譬如讲，今仔一定爱有机械，机械什么人买，来甲什么人买，迄、那个买来机械，迄台机械就引人组合的啊。即马来要操作机械的人，这个稳啊，就有欠伊的债。
那无欠的时候，那未来个操作机还赚钱哦、喔。你敢知影？今仔日要去加上石头路吼，我跟你讲，含迄个主人、老板有哪有直接过去的真声音？你若无欠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一年是只有做24个头家，啊，等来存富家买家嘛。啊，听吼、喔，你敢知这个道理是先做安怎？因为这种人事业未稳定的人吼是安尼啦吼。比如过去，伊都只欠一出来，还欠一出来嘛？安、啊、听好无？比如讲，伊一生的生活，连咪这个甲赞助，连咪迄个甲赞助，所以伊即卖金钱金钱都爱行足济人，所以伊就只甲你做规日啦，只甲你大规个月啊，只甲你大一冬瓜，行你了就离开啊。安、啊、听好吼？这个都有哪会因缘组合来哦？有一种人真死忠，对头对少年甲食头路食甲老。伊讲不要紧啦，我都带欢喜的就好。啊，谁那开欢喜？因为伊都甘愿负债的，对，甘愿行债。所以伊趁债趁少不要紧，都我欢喜啊。因为我业绩上有欠伊债，我今生无继续加大都未使。所以就一世人就死忠嘛，安听吼、哦，就变安尼。所以这个叫做要趁钱趁得出来。所以真来点，较去讲。有为的物件是因人生而有啊，太个趁钱趁钱才好行的嘛。啊，无奈个趁钱，吼、哦，最安怎样吼？无到有诶，到头路只几工啊，几个月啊，一两工啊，伊就离开啊嘛。因为你欠伊就欠了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企业有那是爱助人，靠有迄个助人后诶成就，吼、哦，一点要注意哦，吼、哦。但是这个。因缘生而有的哦，这个物件虽然伊赚真的财产，可是这个是家有哦，家也有的，真实是无。啊，那真实无呢？好一个命，譬如讲这个地我的，这间工厂我的，注意你占偌久，你家己想，你会当占偌久？迄、那个占偌久是家也有啊，迄、那个地原在底下嘛，无你搬到恁厝过。搬看会当下袂，搬袂当去啊！你赚偌济钱，放伫底，一本簿啊，数字甲你写咧。你今日银行寄几亿，直直甲你添添数字，直直浮出来尔嘛。算不是安尼，安尼真正有啊，假也有。我甲你讲假也有，无你家己用一本簿啊写写，我寄伫底银行几年，你逐日咧甲揢开欢喜喜个。我跟你讲，有哪原在去欢喜？因为知足的人就欢喜啊嘛，对不对？知足的人就欢喜啊。就我第一个人寄款，中我个人寄款，你家己用家己写一份簿，家己家写写。我跟你讲，知足的人有哪欢喜哦？但是若无知足的人，你真真正正伫第一个人寄几页，第中我个人寄几页，华个人寄几页，我跟你讲，你较看就讲啊，还无升起哩啊。我跟你讲，我那是叫油头苦面哦，我无骗你，因为人的快乐。哦、是知足快乐的。有时阵一寡财产愈多，人愈忧烦。你应该知影这个道理。哦、所以迄个有哦，是假也有，真实是无、哦。有人家财万贯，伊死的时阵叫人边啊加，这个迄股棺材加挖两个坑嘛，哈、哦，两只手甲伸出来嘛，现在你看。把众生的一种客气的教育，伊收了后，遐物件有哪行借助？借助什么人？因的囝儿孙啊嘛，吼、哦，伊嘛是空手去啊，伊空手来嘛是空手去，所以真来得较讲，世间的事情是家有真实无嘛。那是由安尼来甲看啦，世间含出世间应该无差别，因为一切因缘所生啊，其实诸法本空啦。所以这个所在讲世间成空，世间成空就是出世间，你爱看会破，你较未受到世间的这个物质、名闻、利益，安尼甲你束缚掉你来作业，哦。所以由这个法义甲你分析，你应该听得落。因为佛法，甲咱教就是要互咱解放到这个心的迷境嘛，哦，算是安尼。那无你听听，搁再白条咧咧，你明仔再开始，搁为着世间的这色啦、书啦、相啦、物质金钱，你搁原在伫个贪著作业，安尼你听要创啥？
安尼从来袂当解脱。你你原在伫苦集两道内底，迷失的凡夫啊！啊，对个人来讲嘛，无所作业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今来点，他佮讲这个发华经的方便品，他佮讲安尼，吼、哦。这个就是咱今仔所提的资料，是特别予咱，吼、哦，继续一个文化，一个了解佛陀佮咱讲的这个法义到底是伊为着虾米，吼、哦。《法华经》的方便品，这本《维摩诘经》人讲了哈，我自己就有去想讲要来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哈，安怎样哈？因为《妙法莲华经》是佛的这个，哈，秘密宗，我希望我讲会出来，我有意思要讲，但是我有那爱个人集资料。那是今天有因缘吼，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话讲，可能要八年至十年。啊，那兴讲个可能老阿公啊吼，知影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有意思提早讲，因为话讲个了头七十岁啊。这事实，因为一礼拜两点钟，我讲个了一定七十岁。这本都讲六年啊，对不对呢？但是这本我讲会出来，我《法华经》应该有那讲会出来，吼、哦。应该能讲会出来，哦，所以注意，我在诶维摩诘经，你若有继续听咧，将来你要听法华经会真简单；你若无继续听，我咧讲，你要听法华经就困难。这本法讲会过，因为这本是大乘经教。那法讲会过了后，我将来讲法华经，我就讲会出来。而且我若讲未出来，将来讲法华经，我就讲未出来，因为法华经是佛陀每一尊佛陀以。自世了后，每粒盘的进程应该讲的经，每三世一切佛拢爱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日我是一个佛弟子，啊，我都发大心，吼、哦，我将来有意思。这本讲了，啊，我若准备还袂够的话，我会先讲一寡我有准备，啊，恁爱袂听过，啊，了后开来讲法来经安尼。上届今仔八堂，吼、哦，啊，可能爱十堂也袂得讲。啊，恁若是听，听才互恁听有过。恁别日要听法华经，都听下未？安怎样吼？所以我即马是先去法华经方便品有讲安尼，是法主法位世间上上主安尼。吼、哦，那么这就真深的啊。像咱讲呢，这个法位是啥物？法位就是讲真如的意思，就是咱人讲迄个宇宙间的真理啦、空性啦、咱人的法性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叫做真主哦，啊，先那个讲世间上主呢，吼、哦，因为讲是法主法性，法主法性，世间上上主。那么这个世间上主是啥物？这个世间就是指十法界的世间，哦，十法界的世间哦，十法界的世间应该每一项拢总主真如法性安尼。拢总主宰真如法性，那么这个法位也就是真如，这个真如是相，所以世间应该是相。因为我现在这个就是要补充头前，因为我恐怕我接的这资料有不对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法华经方便品这个语言啊，来去给咱补充或者物件，哦，谈到讲的这法义，未去不对去，哦。因为这个法律是真如，啊，真如是相，应该相是无变的意思啊，所以世间应该有那相。想到世间有那相呢，我都把不时跟咱讲过，这个物质含灵应该同一体性，这个就是苏俄的这个物理学家讲的，吼、哦，这个物理学家伊就会当讲安尼嘛。所以今仔日呢，这个世间啥叫做相？应该一般去讲是世间无常啊，就讲人有生死就是无常嘛。但是世间啥叫做常？因为世间虽然有生，啊有死，生住有变异有毁灭的这个各种的转变，人有生有老有病有死，世间的这个地球内底有一个生成异灭，所以安尼叫做无常，应该是讲无常较对。但是为什么开始讲相叫做相主呢？吼、哦，这什么来？就跟咱讲这个。啊，若要讲无相，不过世间有春夏秋冬，这个推运嘛。
比如讲进到夏天，对不对？夏天即嘛啦，伊要过中秋啊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夏天有炎热，中秋有凉气。那么秋过了有即个冬，冬就变寒冷。应该即个是无常的变化，吼、哦。即嘛啦，先来开讲常，因为即个拢总是啥物分的？譬如讲春夏秋冬，生成异灭，生老病死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就是这个发生的自然运用妙用哦。应该生生，应该灭的灭，这是天然，就是天自然的一种道理啦。哈、哦，其实是变异常哦。按照讲变异常，譬如讲人虽然有六道轮回，但是人无永生，所以变来变去，哈、哦。并无死安尼，虽然无永远的生，不过伊变来变去，并无死啊。安尼是常啊，不常？应该是常。所以这个道理要听好哦，应该是常。佮再来春夏秋冬，虽然是无常，不过变是有常。伊春夏秋冬不是的春夏秋冬，伊无变。今年春夏秋冬，明年嘛是春夏秋冬，佮再过嘛是春夏秋冬啊，安尼常啊，不常？常应该是常较对，好、哦，注意你爱冷静想哦。所以这个叫做变异有常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内底唔可以讲，其实变异有常，常则不变啊。因为伊安怎变都是变啊，所以佮叫做无变。注意有这个无变，你佮想，是不是叫做涅槃？体会深意，体会一下。安尼是不是叫做涅槃？因为涅即不生，槃即不灭嘛。哈、哦，注意，今仔日佛法内底甲咱讲的吼，你若无深深去体会吼，你差不多常就变常，无常就变无常。安尼定定准伫即个所在呢。其实变来变去是常，所以既然是常呢，当然是涅槃。所以较去讲物质含灵体本来无变，是一体无变。哈、哦，所以内底呢，这个道理啊，来，什么这个道理？这个道理呢，譬如讲水性本来是定静哦，哦，水性啊，应该本来无变，已经变啊，哈、哦，真安静。那么这个是为相助啦，合解是安尼，叫做相助，因为伊变啊，真安静。不过呢，风甲吹一下，有风来甲助缘甲吹一下，所以呢，煞起出一种的波浪出来。但是伊这个波浪是有风甲引起的啊，那无本来已经平静，吼、哦，有风吹一下，有风的缘故，吼、哦，那么这个波就变上出来，因为波就变有关系嘛。有关系的相，有的呢，几十楼关嘛。比如讲大风，就安尼吹出一个架起来了，迄、那个叫做海啸噶，啊不是？就起到遮悬，后尾就变成讲中调嘞、退调嘞，这个问题啊，就变成各种相。这个是由风引起的，所以这个波就变有相。所以若是安尼甲讲开呢，波相水就是相安尼。但是水性是真平，由波引起的波浪必无平嘛。但是有一个时阵风那是点起哦，那么这个波就静止，静止伊就阁变平平的水，哈、哦。所以由这个所在呢，咱那是会当了解众生，那会当立上归性啦。那按照叫做立相归相呢？譬如讲，今仔日你在这六根对六尘的诸相，你的心会当立起，会当立起，你就未起波浪。这个根对尘了后，你未起出各种的分别心来执着世间的这个相啊，这个叫做立相，自然你的心原在寂静无事，都亲像迄个水无波小相，哈、哦。安尼，你的心叫做相助啊，
听懂不懂？吼、哦，这个深呢，然后在我当初去体会这代志，感觉真深。安尼，你的心未受到这个经常影响，起出各种的波浪作用，安尼你的心叫做相处。但是要相处也无遐简单，因为咱今日业识太悬啦，吼、哦，要相处嘛是无简单，要注意哦。今仔日，但是依性上有不同的差别。所以不得说相处，因为个人业识有差别。今仔日有个人，伊的兴趣这种就是业识，这个人兴趣这种也是业识。有个人真深，所以执着真重；有个人比较较浅，法义上该讲一个就打破，迄、那个未接就开去啊。吼、哦，今日就是跟咱说明呢。因为性上有无同的差别，所以各人未当用相处来讲。像今仔日法义，唔就有甲咱真明确的分析啊。你先会起出一种欢喜心，唔过你明仔载呢，迄、那个欢喜心可能会阁消灭去，真紧就消灭去啊。你接触到生理，伊阁在起波浪啊，会袂？我你讲会。听到隔壁一句话，听到许多人跟我讲一句话，因为你的相无同，有的人听听啊，我昨暝拄啊听到唐道法师讲啥话呢？我真唔同，因为这个业风起起来，一个波浪搁起来，哈、啊，你暂时稳定的，但是无一定稳定多久，唔知影。有的人听到许多人讲两句话、三句话，隔壁讲啥话，哇，迄、那个业风又搁升起来，波浪又搁压起来。哦、这是必然的，因为个人的脉质无同。今仔日我会当从这个法义上甲整理安尼出来，可能我那有是几分的清澈，几分的安静，几分的沉静，几分的清净。那无这法义，我可能我讲不出来，因为这个不是一般人，因为这是菩萨的问题。好、哦。所以注意，你若是今仔日听到这法语了，你会当沉静落去，好好的一种细思参悟。那么你的程度有哪会相当的高，吼、哦？记住咯。搁再来哈，相多变。咱这个世间的相哦，你甲看，吼、哦，咱头先有讲到啊，千流啊，多变。咱个人的命运也多变。个人的环境有哪多变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相多变咯、哦。所以他讲相要无相来甲讲，因为这个相多变，大地诸相应该多变，命运多变，财产多变，但咪有念咪无，吼、哦。那么安尼咧，要安怎样？你得甲了解，本来是因缘所生的物件，靠这个相。那么当然是由因缘生，自然是由因缘灭啦。由你今仔日哪知这个法义上，就本来因缘生，就因缘灭。应该你的心爱如实相处，唔通因为因缘生的思想影响到你的心，安就未使去啦。安尼是，那影响到你的心，就是起波浪啊，安尼就无相处啊，爱作注意哦，哈、哦。大地大论十九甲讲安尼，中论说涅槃不离世间咯。即句是安怎？这是中观论，龙树菩萨整理的中观论，伊个讲的世间本来就涅槃，所以说涅槃不离世间。涅槃甲世间无两款，不离个呢，当然看你的心境。你今仔日如果那个一读世间法，当然你未当去彻底了解讲。开涅槃不离世间，啊，搁在世间不离涅槃，其实本来无变。但是呢，五事具足，这个法较会入无？五事若无具足，这个法袂入。我无骗你。不过今仔日你先相信，因为这个佛法内底呢，佛陀所教的这个法，就是要予咱放弃未执，生起个空理，哈、哦。哦、所以现在就开始讲涅槃者世间者一者无有一个，涅槃甲世间本来无两款，是众生心不平，靠有看出讲世间有生灭，涅槃无生灭。
当你有一天真正站在路线，由这个法义上入法，所谓领会参悟，到尾证诸法本空，安尼来就对啊。但是一定要受到这个冥想上的这种教法义教育，它慢慢来落实的。不是讲无定无地，我就会当开悟，不是安尼。除非你是无量劫以来，你达到到这个顶界。那无不可能讲啊！我即马来就安怎开悟？不是安尼。所以呢，你就闻法了后，开始持戒修慧，净化这个相分、累世的相分，安尼自然这个破戒地露现，空慧就即嘛，哈、哦。所以我不是给甲恁提醒，无智慧的人未解脱。啊，知影？无智慧的人本身未解脱，所以无智慧的人。未当令我众生解脱，佛法的一代属因缘，就是要爱众生共解脱，所以这法义就是这个菩萨讲出来，哈、哦，弥勒尊佛，哈、哦。